Hello， 大家好，瑞万です。好，企业气号下午四点过后，气息的 Dog Confess， 也就是气息卡斯终于来了。心心念念的鸡悟空以及深蓝达六周年双生终于再次复刻啦！哇哦，然后这一次这个卡池，按照我原本一定是肯定不会来抽的啦，因为二十个注目确实是比较坑一点。不过好在这一轮官方有送超感谢键，这一轮我们就拿那个超感谢键出来抽一抽，抽到。有抽到任何一只，另外一只我就换另外一只这样子。如果两张都抽不到，那两张都一起换下来这样子。反正你已经是注定要把红币拿出来用就是了啦。然后这一个卡池内非常的豪华啦，一二三四五，五张 LR， 然后最后一张一般的丝绸卡，把它们摆在一起，有一点 lucky 这样子的感觉。嘛，不过上面五张看着就是爽啊。目前所有的限定卡15张嘛，我就缺这两张了。然后这一次我怎样都是会把它们给弄出来。然后这一边气息的超感谢键的获得方法 ，OK， 都看 login bonus 企业气号 ，login 的时候会有三张。然后这个是 mission， 因为目前我们第一弹的任务是可以拿到10张。第二单任务能拿到多少就还不确定这个任务。然后这个是波伦加神龙这边的话，因为第一周目嘛，我们已经那个前期克隆珠我们已经拿到了嘛，不过第一周目我们只可以拿到许愿之册的那一个短签，然后第二周目在这个波伦加神龙再弄完一次之后就可以拿到他的那个这个超感谢键。这个超感谢键好像是三张，这边三张，这边三张，所以就是六张。然后看一下他的 mission 会给几张这样子。OK， 也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气息卡池就刚才说了，有超感谢键，所以就是，就是什么嘞？突然间，就是我们要来抽它就对了。对，可是，就他妈的，我突然想到了哈。我还没有见过 Virus 跟那个 Wiz 的那个叮叮两下时空召唤，好吧，我就把他们合体的这一张摆在第一位，两位角色一次性召唤OK OK， 看能不能把他们给召出来了。这个是用龙石抽的吧，然后这一个就是用感谢键来抽，目前只有13张啦。前面的第一弹活动10张，再加上企业气号拿到的3张，不足够两次气抽。不过后面的13张，总共13张，一次气连抽，然后后面6张就全部用来单抽，这样抽到完。这一次就是抽到完。不过 Big Up 这边就稍微来看一下好了，因为我要知道一下后面的15张还有什么。首先就是这个寄双人，非常帅气。然后这个也在里面，但是六张已经知道了呀。这个雾天克斯也是不错，蛮希望可以拿到的啦。OK， 这个本次的重点，鸡悟空，圣兰达 ，Yes， 卡克。我想当初圣兰达的卡池我丢了非常多，我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他的卡池上，结果还是捞不到他，可怜。然后剩下的就是体操双人。梵天兄弟，然后魔人普善，布罗利，鸡悟空，目前我还没开到路，所以抽到也是不错，不算坑。这些全部都还没开路开完的，都是不错，不错，没有开过路了，有开一路罢了。我只开两路，但是如果可以给我抽到彩星，我也是开心。这个开一路，这个算了吧，不要出来，不要出来，这个我已经是多出来一张了，这个也是还没开过路，可以来。这个也是还没开过路，可以来。这个开了两路，我没记错的话，哇！后面的这边是蛮坑的，因为这第一世代，算是第一世代吧，然后第二世代一张还是两张，然后剩下这三，收放还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后面的气伤会比较坑一点。老实说，这个卡池讲真的，新手来抽还可以，但是就
玩了比较多年的老玩家来抽，就后面的卡是很坑的，然后前面这一些这几张，一二三这三张很多人都踩行了，我知道。骂骂骂，不过不错不错，反正就是我也只用这个 ticket 来炒了。总之现在已经是开始备战全球活动了，8月31号。好，那么就直接来开抽了，不讲那么多，已经花了相当多时间。Yes， 直接来 ，Let's go， 七连抽 ，Onegashimasu， 万代，哦，撒旦布，哇，好久没看到了。哎，这样子就是确定有一张限定啦，可是是谁不知道啦，就听他的声音。你给我玩的，可怜的玩的，啊，有限定确定哦，哎，这样不错哎，还蛮爽的，哈哈。哎，七张里面竟然出撒旦仆，太过惊喜了。极物荒货的圣兰达，哦，那个起码是啊，七连杆。哇，算了，把它开两路也行。我还没踩进，老实说用券可以抽出限定卡，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啦，没什么好说。OK， 那怕啊啊，好，可以就这样子啊，骂，我和黑马后啦，我和黑马后啦，这一张算起来是，还行还行，因为毕竟已经快要进入这个类别队长的极限赛，而这张极限也是蛮早推出的这个类别队长。所以他的极限这应该不会距离太远。好，剩下的就来六次单抽，看看能不能再捞到一张限定卡了，或者说捞到多一张注目角色。OK， Gashia， Let's go。お願いします、バンダイ。啊 ，OK， 这个组合很普通，没什么特别。然后再配上卡梅哈梅哈非常无趣的喊声，他连超意的头像都不舍得跳出来，有没有？一定带救。OK， 接下来第八、第九抽，角质佩服。啊，不过卡梅哈梅，不过已经有一张限定，感谢啦，只能这么说。按照过往的可能性，其实是全 S out 才是，或者全 out 跟 S out， 一张 S out 都不出这样子。单人飞嘛，单人飞也是有机会的。哦，一七八七，哇，至少是 SL 卡了吧？哈哈，汤姆，ちょっとビルイス，转你起来，转起来，为什么你不会动啊？转起来，把妈给召唤出来！把 Wiz 给 Wiz 跟 Views 给召唤出来，然后 Wiz 就出来叮叮两下，哇，那个真的是音乐。好，十七号，17号跟18号一起出来才有趣，骂，非常无趣，非常无趣的抽卡。嗨，这两个是骂，最后两抽 ，Yes， 又是普乌跟饺子，有了，超意的头像也跳出来，然后最后一抽了，Goku， 维吉达 ，Goku， 维吉达，谁都好，妈，要不然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到这个封面的构图。他就特地不把那个梵天兄弟摆上来，让整个画面就只有悟空跟北极大，有没有发现到各位？nice， 不过就最后一抽啦，悟空、北极大，谁都好，请出来吧。看，又是饺子跟布，这一轮到底是什么鬼？他们两只这么合拍的吗？一个 big size， 一个 small size， 这样子。来，爆玻璃有可能吗？大有呢，咕噜豆，最终的结尾是他，骂。然后这次的这个超感谢键已经给我抽完了，什么鬼都没有。好，那么就有啦，几任一张啦，不要讲什么鬼都没有，这太不好了。那么就来把我的悟空跟北极大给换出来了嘛。这次这边还蛮多卡的，这张我也是很想要，
这两张啊，这两张，邪念波跟这个超赛的创克斯跟乌天，不过花400龙币来换他们是不太值得了，因为最近我发现到他们的复刻次数有点多。好，不讲这么多，直接把极悟空跟极深蓝丹给换下来。嗨，然后北极大，有这两张直接换下来了，我们不。然后第七就代表啊，打下来过后，当然就是要直接把它给，喂，就都直接练上来了。反正紫炎的全部已经准备好了的。就等嘛的，这个再加两个 ，OK。哇哇哇！最近花的有点多，我的老界王有点不够。Yes。哇，可以，这是。哎，怎么会有任务的？哦，修炼任务那个每次任务。呀呀呀呀！然后四张，哦，这个真的是花到有点多。这就是要看结型啊，不过之后那个超感谢剑我们还是会继续拿得到啦，到时候再来抽，希望可以播到一张悟空或者北极大，虽然我已经给他换出来了，但是这到再拿到来开路还是非常开心的。 Yes， Nice， 再来结型徽章什么的已经准备好了，直接把它 LL 化。有有有 ，CIC。嗯，味方の国威、孫悟空だ。呀，哈哈。这个就同样的直接弄到满。这个真的消耗很大，真的是消耗，这就是为什么我讲超二达那边我完全没办法去练的关系，我的资源通通就要消耗给他们了。 OK， 奇怪，这样都升不满的吗？这样子行吧，还是不行。哇，这样就算了吧，还是用回这一种那个修炼道具已经干掉了，呵呵，还没办法让他150级。哇，这个这次的 L 画的那个有点多的感觉。哎，那么再来就是哎呀，啊，这边直接把它升到满，这是肯定要的。Thank you 的。然后不能忘记的就是前解，嗨嗨，哎嗨嗨嗨 ，OK OK OK OK， Nice Nice， 可惜没得开路啊，这是有点残念的点。不过有我们就开心，是不是？有就开心了。然后国际版的各位，在七月九号卡池就要开启啦。准备嗨起来了没有？我把这个极悟空跟萨兰达给入手啊！连击没有连击，剩下全部彗星。我的素鼠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抽到的都是彗星的，一个连击都没有。妈，这样等之后有连击了才来装好了。因为我对这只悟空的期望值比较高，是高在它的那个连击上面啊，越多连击越好，毕竟。这个他的必杀上面就有一个一turn高确率的彗星发动了嘛，所以可以连击的话，保证他们的那个连击的触发力。好，悟空已经完成了，接着当然就是轮到北极大了。北极大这边我就不要这么浪费，我先用这个先，这个睡眠了结王看能不能拨到那30%的几率，把他的技能稍微升上来一些。反正这个睡眠了结王最近会拿到蛮多的。
Login bonus 啊之类的都拿得到。嗨，哦哦哦，不错，哇、哦，直接升到四级耶，亚贝太幸运了。OK， 这样的话就等于省了四个老界王，有没有？十个炮啊！嗨嗨嗨！这贝吉塔，你别走。贝吉塔的徽章我应该是，这边也是有升到一个，也是有升到一级，不错不错不错，有升到就是好事。嗯，然后直接，啊，贝吉塔的徽章也是准备完成了，直接上，不用等了。你都是直接是升蓝状态了嘛？对，进化状态变成，哎，这边的话嘛。现在是 level 6，像这边先选三个，然后有一级可以是由他来升。如果是情况漂亮的话了，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哦，还真的是撞大运撞到了，哈哈哈 ，nice nice，OK，、okay, 直接 L out， 落砍。半年前就准备好的东西，到了今天才有的在用。四个，咚咚，嗨嗨嗨，就是要这个感觉。然后剩下的就直接上到完，当然是直接把它满级了。总之不用想这么多了。哇哦，超帅了没？哎哎哎，错了错了。哇，这个老界王一下子就滑到剩下五十出个了。要死要死！哎，然后当然不能忘了，同样是前姐，哎，暴毙一下！哇，帅！这个维吉达太帅了。他的裤子上没有稍微爆一点，裤子真的是韧性非常的强啊！不过接下来又要进入那个练连接的地狱了，哈哈，不断去刷连接。可是，在那之前，最近，今天七月七号开了很多活动了，我就不掺在这个视频里面，等一下我另外做一个来介绍好了。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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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哇哦，太棒了！OK， 55%全解，一个人，然后技能力这一边的话，哎呀 ，level 1吧的啊 ，level 1，不太舍得给他。不过我这边有一个 level 5，我就准备给贝吉达的，哎，直接给他了。level 5的这个连击。啊，再加这个 level 1有六个 level 的连击 ，so far 不错吧？还是要给他这个防御啊。这边的话，可能稍微再想一下好了，再想一下好了，暂时就是这样子。Yes， 好，当当 ，come back here， 两张 L 啊，六周年的双生，终于都拿到了。这样的话。限定 L 二十五张，我目前就全很多的很多张是靠我自己换回来的了，换回了很多张，啊，不过现在全部有了。好，那么这一次的气息卡池，虽然说是没有抽到什么好标了，但是把这两张给换出来 ，get go， all right， 好，那么国际版的朋友们，现在是七月七号了嘛，再来两天。再来两天的话，就要来开卡池了，大家一定要呕起来，把这两位通通都入手了，打底打底要拿到一只。好，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加满单呢。